好啊，他叫我爸爸。你有照顾他吗？怎么样照顾？他是好朋友。他给了很多钱。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吃大餐吗？他有会，他会跟你说。他叫我爸爸。你有照顾他吗？怎么样照顾？他是好朋友。他给了很多钱。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吃大餐吗？会。他有会，他会跟你说他想吃什么吗？可以，都可以。都可以要求。我家里的钱随便大花。你在家钱都随便丢、哦？对。哦。就随便大花，他要买什么？好啊，他叫我爸爸。你有照顾他吗？怎么样照顾？他是好朋友。他给了很多钱。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吃大餐吗？会。他有会，他会跟你说他想吃什么吗？可以，都可以。都可以要求。我家里的钱随便大花。你在家钱都随便丢、哦？对。就随便大花，他要买什么就拿。好啊，他叫我爸爸。你有照顾他吗？怎么样照顾？他是好朋友。他给了很多钱。啊，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吃大餐吗？会。会哦。会哦。那好，你是爸爸。哇，很大方。啊，他有会，他会跟你说他想吃什么吗？可以，都可以。都可以要求。我家里的钱随便大花。啊，你在家钱都随便丢、哦？对，我们全世界就随便拿花，他要买什么就拿。就公司那个个人，对，公司的哦，他会做。哎，他们两个纯粹就是我找的。啊、哦。那个时候是孟慧男主角，嗯，他演的第二男主角，嗯，那巩子演女主角，嗯，就这样演的。然后他在长白山上的冰天雪地，对啊，所以两个人热情就起来了，热情就定起